是的，主播观众，上亿元打造万众瞩目的周杰伦演唱会之前就预告会带来世界级的效果。这一开场呢，周杰伦是以一身水晶流苏骑士装带来的龙战骑士，带起全场歌迷的一阵欢腾。来看现场最新情况。放手一搏，你谁都惭愧，这不技术太超越，那时候我只是战力枪飞，大龙却没有高度跌，不懂什么叫有华夏的境界，什么叫你超越你的装备，是中国的传说全都不对，却不再感谢，却不再感谢，随你的心被感谢，我不会和你放向一夜，好像胜过自己。好，你看到这一场周杰伦出道十年的演唱会呢，演唱了很多经典的歌曲，也真的是有视觉跟听觉上的双重震撼。